一只会偷蛋的聪明彩色龙，他们曾经是地球霸主，却突然间消失无踪。以前毛利人祖先看到它的时候，哇，这么巨大的鸟类，所以一直讲是恐怖的鸟类。这个恐龙呢，哈，你去看现在的蛋，它事实上也形形色色，有圆的，有椭圆形的，长形的，长形的。宇宙有多大？真相 hold 得住。今天晚上8点，卫视中文台准时揭晓。